第21题，下列物质所对应的俗名何者正确？ A. 氢氧化钙对烧碱错，烧碱是氢氧化钠。 B. 氢氯酸叫硫酸错，氢氯酸呢的是所谓的盐酸，氢氯酸水溶液是所谓的盐酸，水是错的。碳酸钠叫培用碱错，碳酸钠的一个俗名叫做苏打，另外一个俗名呢叫做所谓的洗涤碱啊，它是洗涤碱，它不是培用碱，所以呢 C 也是错的。那么只有选项猪是对的，碳酸氢钠呢叫做小苏打，或者又叫做培用碱，就是我们的选项 C 的那个培用碱。所以呢正确答案呢只有是猪。所以第21题问我们说，下列物质所对应的俗名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猪，碳酸氢钠对应到小苏打。